讲一下川剧的来源。这川剧来源呢，要分两大鼻祖。这两大鼻祖，第一位就是大唐天宝李隆基。李隆基他喜欢杨贵妃，他们就在花园之中叫学诗礼白，与他们作曲作词。李隆基就在靠着诗鼓提本儿。在李隆基成为了梨园之首，就是我们川剧的鼻祖。后经过马嵬、毕飞、唐天宝来到了成都落袋，也整了很多戏出来。我们川剧的太子菩萨供的是就是唐天宝，就是李隆基。梨园之地，会特别是我们川剧，基本上舞台后面都要供述他的塑像，还有他的画像。这个历史追源就要追及唐宋元明清。到清朝的末年的时候，就有一位先生从江湖上叫康子林老先生。康老先生集聚了江湖很多艺人，成立了三庆会。在三庆会成立过后，来在四川很多很多的江湖艺人，才有我们现在的省川剧院、四川剧院，一头慢慢慢慢的，就是陈淑芳啊、周继和啊、李培老先生，他们以戏为主，以什么《白蛇传》？《白蛇传》里头就有将经说法、白蛇下山、收青，收青下来就是传舟借伞，这是一代戏啊，一代名戏。我们川剧有五大声腔，昆、高、福、谭、登，首演升八部。但我把这昆腔是属于来自别个剧种。这个为啥子有五大声腔呢？五大声腔也归据一个历史的来源。就曾经不是有张献忠教四川吗？就有湖广填四川之道。湖广填四川就来自各个地方的人，他们来在四川要找玩的嘛，怎么办？京剧是来于北京那方，昆腔又是一个身份，谭戏也是另外一个身份，高腔有高腔班子，只有灯戏，灯戏是我们川剧的地地道道的川剧，就是所谓的南充川剧，南充灯调。这个昆腔怎么运作啊？就是军魂跳动，风卷长影，战马鸣。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川剧拿过来的昆腔。高腔呢，这个又不一样了，高腔有高腔的韵味。
我赞说一段。这是哪一段呢？陈淑芳老先生唱的《下游庵》一头，我来略唱几句啊。有老一台八炉台，新过了一台，自出前中鼓二楼本座有说法楼，正对将近台，这就是我们川剧的高腔红鸾高。这个抚琴的韵味就更浓了。抚琴韵味呢，就是从京剧移植过来的。有汉剧，我们川剧呢，我又来一段嘛，啊，先得王酒醉，啊。琴的刀板西皮，所谓的是昆高抚，这就是抚琴下面鸡头，我把染口带起唱给你们听一下。安安安安安安淑美生得来好一个毛容，这就是我们川剧的抚琴。它的抚琴里面还要分二黄，二黄呢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叫贾培之，他有个名作戏叫马房放魁，这是老先生传到如今的。我单留说唱一句，天照，这就是我们抚琴的二黄。所以说川剧的唱腔是几大类呀，这还光是说的抚琴一类的，弹戏就又不一样了，唱法又不同了啊！再来一句，弹戏，弹下关。这就是我们川剧的
丐帮子。这个丐帮子是从于帮帮腔传过来的，最后才是我们川剧的正宗的川剧叫灯戏。灯戏的唱法也很多。我常常一句，这就是拜新年刘金龙老先生的婆娘回门了，就是这个。去年子腊月三十正了酒哦，今年子嘛正月十五又回门呐。这就是我们川剧中的灯戏。下面我与大家介绍一个长竹年大。长竹年大讲哪段戏？讲朱文章，这是一个丑角，朱文章的徐志远。他一出场就是所谓的手眼身法步都要带进来，一出场这个是由音乐配起的，太太太爸爸大太太猜猜头戴一顶花花巾，身穿绫罗色色心，三年独奔北家行，叫了家父叫林真，关城啊关城啊，春来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有蚊虫冬有冷，哎呀收拾书香好过年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川剧的言白语同诗句，出来讲每一个动作就有声音声发布在里面，它出来一亮相头戴那眼睛就出来了，一顶花花巾，崭新，身穿绫罗，这就不怕高了哈。身穿绫罗，色色新。三言之法，三言，独奔北家行，叫了家。不叫林真，关城关城啊关城啊，这每一个讲词都是动作手眼身法都运用进去了的，不管有讲座时他一进来就坐到翘个二郎腿一靠起，春来不是读书天，小花呢他脸上要来气，脸上要来财，脸上不来财那个就不好刷皮了，就不能发言。春来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秋有蚊虫哎呦冬有冷，每个台词他用身段来代表，哎呀收拾书香好过年好耍了。这就是我们川剧的手眼身法步，一步出来小花脸不一样，声角不一样，但武声出来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武声出来就是这种步伐了。好，这就是武声的动作，每个动作开三棒，眼神它是运用着手曲的，当它是每个点位都要跟着手曲哪里，这个眼睛就要去哪里，唱戏才有韵味，才有
身段，但是脏器川剧我们演员的脏话都是钉子步，都是钉子步，他不管是这样脏还是这样脏都要将形体收腹，平胸收腹。比如说出来一个小圆堂，他也这他对于他的每个身上是配齐的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川剧的穿戴与同头帽。这个呢是我们的香汗衣，就是每个演员要像我这个身材个个瘦了，穿蟒啊穿官衣呢就要把这个肩垫起来啊，这才好看。这是我们的彩裤，僧侣穿的，僧侣专用彩裤。这是我们的靴子，高矮。这个呢像我们穿蟒啊，我人瘦矮了就穿高的哦，穿大靠呢就用这个。这是我们的夫子鞋，夫子鞋就是演老生，像我唱马房方魁就用这个夫子鞋。这个是我们川剧的学士巾，学士巾就这个都称为学士巾。学士巾属于啥呢？风流倜傥的小生，也就是唐伯虎，对不对？通俗一种唐伯虎那种角色，就戴这种啊，这个帽子啊。这是我们的染口，染口就分白的、麻的，还有青色的。白色染口呢，就是老生所戴，老生所戴就像马房方魁，就戴白染口。这个麻的麻染口的角色就很多，比如说啊，那个叫战花魁啊，还有金水桥那个皇帝啊。就可以戴这个这种麻染口，青衫就更多了。青衫就是着芳草，我们川剧叫纱色，还有新元梅的杨罗囊啊、八仙君呐、啊，就都戴这个青色的染口。染口啊，还有杨四郎做工也可以戴这样戴，戴这个染口。下面就这个折子，这是我们川剧的折子，宝蓝色折子就分角色，宝蓝色的折子呢就虚身戴得多，穿得多，虚身穿得多，还有青色折子，虚身穿得多。这个玉蓝色的呢就小身，就这个小身穿得多，这个就是身角虚身啊。学生穿得多。我们这个黄彩裤，这个彩裤就属于老生穿的，平家小妇的老生就穿这个，这种颜色的啊。这个也是黄折子，淡黄色的，这个属于是小生穿的。这把扇子呢，这把扇子呢属于长生殿，长生殿的唐明皇，不是有个长生殿跟杨贵妃乞巧佳节呢？唐明皇就可以拿这把扇子出去，他就不使你拿这把扇子了。一般皇帝游园呢，就用这个扇子，要飘少点儿。这个帽子属于皇帝戴的软王帽，软硬王帽，它是双用的。这个帽子穿软穿也可以戴，比如说穿龙剑，这是属于蓝色龙剑也可以戴，比如说太平仓那个朱文群，朱文群他就可以这样穿戴，
穿龙剑，抓乱带，带乱王嘛。他也天主他是因为太子嘛，他当时太子当太平的时候花运之事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中沙，这个中沙就用得多了。这个中沙虚声，像是海瑞把关呐、啊，海瑞把关，海瑞把关就是这身穿戴，他的侄子中沙玉带，可以帽子还可以叫加套龙，加套龙呢，加套龙就是这个。加上套龙，穿上红蟒，再插上铃子，啊，这些帽子都是收拾的比较好。帽子加上铃子就是做工，所谓杨四郎做工，把铃子就是野鸡铃子一插起，穿红蟒，这个就是杨四郎可以戴的，就这个帽子，就很漂亮的。所以我们的戏剧帽子，每一样帽子，它的行当、分法、戴法都很特独特的，必须要分，所以说不能乱戴帽子，不能乱扛哦。这个是罗帽，这个罗帽是戴的人就宽了，这个叫花罗帽，蝴蝶花罗帽，特别是有些英雄也可以戴，但是强盗也可以戴，还有那个那些书童也可以戴。这个帽子用途太宽了，这顶帽子，哎，这个帽子的用法很好。这是高方巾，高方巾是属于我们僧侣常戴的帽子，有书卷味的，有懂点文脉的啊，他就戴这个帽子，而且不能当官的，都基本上到农村头的啊。有点学业的人，这个是我们川剧的折子，这个折子宝蓝色折子，僧侣穿得多，皇帝也穿得多，哎呀，他穿鸳鸯折子，他叫套起，还有这个黑色的折子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虚身。左芳草里头的陈公台，陈公台就是穿的青色折子，这个折子黄折子，淡黄色的花折子，属于小婶儿穿的，武神也可以穿。这把扇子呢，就适合哪个用呢？皇帝游园，像李隆基跟杨贵妃在长生殿前明示蹊跷啊，他就用这个扇子出去，很飘色，很适合他的身份。再说，这是软硬王帽，软硬王帽呢用处很宽，八贤君就是所谓的宋朝的八贤王。他戴这个帽子特别多，还有皇帝游出来耍的时候，游园呢也戴这个帽子，他就不会戴那种九龙冠。还有个可以配搭这个龙剑，配搭龙剑穿。这个龙剑呢，像太平窗的太子龙剑乱戴，戴软王帽。这是他一个风格，朱文旭占太平。再说这个冠衣，中沙玉带，这个是清官图，这边海瑞啊，每个县令啊，穿戴基本上就是穿这个，戴青衫，把这个穿起，帽子一戴起，这就是清官呐、啊。海瑞清官图穿的，这样服装呢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川剧的历史，一同服装与大家来了一段唱腔，
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就把首演生发部就讲到这里，下来为大家演唱一段《阳光文凭》里面的《展飞》。嗨嗨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陈。西宫里把玉娘偷看，我姨娘生得来好一个容颜，头上的呀金丝发如同梅兰，九云鬓下插中一枝凤簪，柳叶眉山丘坡桃山新间，两儿相追的是八宝耳环，穿一件龙凤衣不长不断，是人生如戏如眠，杨柳芽微微动，令人感怜呀，罗裙下姐姐的露出了金莲，为君身是觉得相逢拂面，恨不得变分地将他的裙都变，人言说那王昭君又曾与我安，我一娘在德国三国中的雕山，越看越看越好看，美人儿佩服王位比心肝，他青春我年少学他心愿，那陈飞做雷音好梦江山做一滴刀龙啊闯，把父王关的天舍不得，谢谢。